将地下城探索加入塔防的要素会是什么感觉呢？由推出千军万法的 Amplitude Studios 成员所制作的 Roguelike 策略动作游戏 Endless Dungeon 是 Endless 宇宙下的最新作品。游戏要考验你一边探索一边烧脑盖塔的智慧。电玩风这次取得了开发中版本的测试资格，就来玩给大家看看。目前的早期开发版本提供三种角色：手持盖特林机枪扫射眼前一切的 Zed， 施展护盾能帮坦也能够当主力的 Bunker， 以及远距高火力狙击为主的 Blaze。每个角色至少有一招主动技能和三个技能加成，探索途中能够利用资源强化角色，或是透过宝箱、商人等途径获得额外技能。太空站是由数百种空间随机生成，每隔一段时间或是触发特殊机关时，外星生物们就会从重生点一涌而上。我们能做的可不只是拿起你手上的大家伙疯狂扫射，有没有看到沿路上那些装点？赶快利用收集来的资源建造机枪塔或是护盾，阻挡外星生物来袭。随着探索推进的程度越来越深，怪物的重生点也会越来越多，保护能源水晶逃出去的难度也会逐渐上升。如何撑到最后，不只是考验迎战的技巧，也要看你布阵是否果决哦。